我们接到线索后，团风水路派出所刑侦中队立即派出民警和辅警，联合团风县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，在团风镇内进行摸排。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摸排后，我们终于在一家副食店内将正在销售假烟的韩某现场抓获。嫌疑人韩某，他到案之后，我们结合他的交易记录、通信记录，迅速锁定了他的上线涂某。我们又想尽办法在武汉将涂某抓获归案。我们在抓捕柯某某的时候，在他家中也搜查出了多个空的1919香烟的这个盒子。对这个柯某某进行审讯的时候，柯某某就交代，为了谋取这个暴利，提高这个假烟的这个真实性，他就以10元的价格在外面收购这种真的1916的这个香烟的盒子，用来对里面的假烟进行一个包装。